哥，今天外面实在是太冷了，我能不能去你家住呀？我实在是不想过我爸妈的出租屋了。要在这住可以，那你以后就得穿上他们。这些都是于兰的衣服，怎么还不扔掉？我不要穿。你没得选择，要么穿，要么离开这里。又婷，于兰她都死了，这些都是死人的衣服，我不想穿。不想穿就滚出去，要么从此以后都按照于兰的来。为什么？你明明爱的人是我。不准哭。于兰从不在我面前哭泣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于兰，从小到大都是，而你只不过是想抢走这一切的人。